这有眼位吗？ 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 难受。 差不多就是失败。 塔姆丹萨克烈吗？ 这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 保持警惕，奋不顾身。 利用他们的弱点，我们准备好了，他们会来。
不用，不想吃。他们教赛肯定不去吗？没去。应该明天去吧，好像。他说明天会去。明天他直接去。啊？明天他到哪里直接去？我不知道。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。这个地方很美，必须出手拯救。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。哎，我的，我贪了，我想再杀一个，然后七波线出十字镐的，我的。我回来了，也变强了。任务完成，看看你是什么材料的。上！我怎么好？哼，绝不手软。怪物就要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好。
让他们自己上钩。这一顿操作把自己闪现打出来了，还是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身上与我一起狩猎，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。才能活得更久。到处都是怪物。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不是来瞎胡闹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小心，是个陷阱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又被单杀了。哎，感觉可以再买一个的，我的。但是针眼好像也得带。仔细观察，猎物就会自己送上信物。该再买个短剑。
不饱野兽的话，你就是食物。跑远点，他有大招的。两边辅助等级都好低呀、啊。是啊，两边辅助的等级呢，肉眼可见的低。为什么我被他 Q 到了？Q 我吧，有点小烦。六级八级，倒是我是二级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歇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来吧，回去进化个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。好像可以打大龙的这样子。好帅的登场仪式。那大龙几点下班？大龙30秒之内直接下班。啊，都不用30秒，20秒，15秒下班打。效率。不想上班。放下愤怒吧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在虚空中活了下来，但这个地方会让我有最好的结局。杀点野怪吧，全是野怪，点。